passiontimes.hk。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做鴨，因為如果你做鴨，而你那個女老闆本身又是那個南宮關店的老闆，然後他就說你為何攬第二啲女做嘢嘛？唔係，係係唔係嗰間南宮關店嘅老闆都一樣可以講呢句。係啊，如果我喺度翻工就要做嘢㗎啦。我做嘢啊嘛，我而家俾錢養你喎、啊，男人要有自己事業㗎嘛。你識我就我已經做呢行㗎啦。你喺度識我㗎嘛？係咪啊？嗱咁樣就係、是，我唔係唔愛你啊，但我唔想成為你嘅婦女啊嘛。咁你啲錢都我幫你揾翻嚟㗎嘛。接多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集 Stand Comedy 就介紹我們的記者群的，是那他呢就是呢我們的其中一位記者中堅分子，可以說是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記者的，這位就是 Sky 哥哥。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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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 Sky 哥哥是的，他是他是我們的傳奇記者來的，是這樣呢，因為呢就是我講講他的時職先，2019年呢我們一直都說他很有運的，是行運一條龍的，這個人神功護體，神功護體的，他呢在2019年呢在這個一個槍林彈雨的一個這樣的示威現場裡面，他可以說是怎麼說，遊走這個槍林彈雨之間，可以說是刀槍不入那麼厲害，遊刃有餘，他是來訓練嘛，他是即係無論是衝到幾前啦，喺幾咁即係譬如而家好撚多人即係大家喺度講哇，當日幾危險幾危險嘅呢個咁嘅理大圍城啦，哇！佢喺槍林彈雨之間，即係咧漫步漫步人間，又如入無人之境，係嘛？側邊有幾多催淚煙，有幾多催淚彈，有幾多橡膠子彈，係冇辦法傷到佢分毫嘅。阿 Sky 的命格呢，我哋頭先若兩摸索過嚟嘅，摸索咗啦，摸索咗都 OK 嘅。嗱，今日真係值得貨金，今日值得貨金。今日見，尤其是喜歡研究術數八字嘅朋友咧，真係即係喜歡術數命理嘅咧，今晚真係要貨金，今晚真係學嘢，學嘢係嘛？即係可以話係奇格。是吧，奇人異事，是啊，咁樣今日就終於幫我哋搜羅到一個啦。嗯，到底係咪即係天生異諗，定係已經行曬啲運咧？睇一睇，佢運行夠完未咧？啊，仲未嘅。仲有幾耐啊？啊？仲有幾耐行？啊，攞先，行埋七年啦。七年。即系2021年，系出年到噶咯，行埋出年，后年仲有13个月啫，仲有一年，冇咁紧张，行埋，咪好运噶 ，Sky 好运噶，行埋出年，好运咗30年啦，去到出年，系啦，几乎行完，系咪啊？啊，系嘅，系啊，咁但系咩叫重财咧？啊，重财系咩意思？首先，重财佢都系重格嚟嘅啫，系啦，重财咧即系睇钱运神，或者听老细话，听老细话，系啦，一定要听老细话先得，系啊，系，咁佢都系重啊嘛，系啊，二嚟咧财除咗钱之外都系女啊嘛，系咪？重点嚟嘅。重點嚟啦，財頭先就整一講整體財嘅格局，但係財都可以係女人嚟，咁係唔係代表佢要聽女人話先會發達咧？因為從咗財，而且佢係財星，一定係佢有用嘅嘢啦。從咗財啊嘛，係即係話佢個老婆有得女朋友，一定係勁過佢嘅人嚟。哦 ，OK， 即係會帶起佢發達嘅人。有冇咁樣嘅情況？未遇到，未遇到啊！未遇到，一遇到就唔撚係嘛？一遇到就唔撚同講法啦！一遇到你唔撚同講法啦，變咗第二個人，會變咗第二個人。你過龍咧，你過嚟我哋再研究下呢啲嘢。係，咁係佢就即係變咗女人係會幫到佢嘅，係啦，係咪啊？冇錯啊！接觸到女人係會對佢有幫助嘅，而且係佢個環境咧，工作環境咧，通常係好多女人。通常好多女人，哇！即系你洗钱圈女翻嚟，其实系反而对你有助益都未定。啊？
即係你散咗財，唔係佢最唔係係佢嘅最大嘅懲罰係冇錢啊嘛。哦，咁因為你溝女要使錢啊嘛，咁嗰樣佢自然唔會做啦。所以你本身都係十惡大敗嚟噶嘛，你啲錢就係喺敗喺啲女度，係敗喺啲女度啊嘛。你就係、是、即係通常就係咁樣噶啦，你係揾女人錢，然之後又使翻喺啲女度，咁咪即係做鴨啦。